姐夫，什么时候结婚？我想去中国玩了。你想去中国玩啊？嗯、还生气你？想去中国哪里玩？你耳朵？上海。上海啊？哇，哦、可以可以。那也等明明啊，哎，明明。有结构。我点工，没有钱，没有钱，我想去上海。上海很贵的消费。对，但是啊、这次我们又不能去了。为什么？我的青春又被退回来了。又退回来了？不会吧？你别开玩笑，第二次了。他要拒绝签证了。拒绝签证，那怎么办？哦，现在的方法只有一个。只有办法，是一个什么办法？我们在越南结婚了，然后再可以邀请去中国。哦，只有这样子啊？那不是不可以在中国去办酒席了？对啊。那只能在越南结婚了，家人们。我们两次签证都拒绝了啊！我们现在要在越南办好结婚证，大概还要一个多月才能去中国玩。嗯、那到时候刚好博也快放假啦，去上海、广州了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哎呀，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很想在中国办酒席的，因为中国的话。中国人多，粉丝多嘛啊！拍视频都好，而且到处去逛逛。现在只能在越南了，家人们，你们有没有越南媳妇结婚了？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？对不对？签证拒绝两次，但是我们这两次都是办的旅游吧？啊、对。要不我们试一下办那个邀请结婚签证，邀请你去中国结婚的这个签证，有这种的好像？对，也有这种的，但是我还没有试嘛。我先试一下旅游的，然后如果通过了，就也可以直接去的。但是现在不可以的话，我们要办呢那个邀请去中国结婚。再试一下吧，好不好？反正还有时间嘛。实在不行，明天我给大师哥打个电话。这么漂亮的中国媳妇都不肯去中国，对，怎么办啊，家人们？不过在越南结婚也挺好，如果说有人愿意过来的话，顺便可以在越南旅游嘛。你说呢？但是我怕，就是我们结婚的时候不没有在放假的时间。放假的时间？十月一号，或者是说？十月一号准马上到了，你能、对对对来得及吗？来不及了，对。那只能是过年了啊。对。家人们太难了，想去中国现在很难了，签证不开放。不过也好，你不是不想去山上吗？在中国结婚要在山上。对对哦。在越南的话，我们就不要爬山了。三姐妹要是在中国结婚的话就好玩了啊！再邀请一些其他的小姐姐一起过去啊。对，肯定。我们今年可以先在这里结婚吗？结婚完办好签证了，我们明年在中国结婚。再办两次。有条件。可以吗，家人们？有条件的话。还有你们有什么好办法，直接可以办签证过去的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先喝，想一想。姐夫，我的物价还这么久了，不能我去中国。这个就是你学的中文啊，两个月。姐夫，和我去。我和你叫你姐把我杀了，等一下。去了，去中国。不行，我们两个不能去。真的是，我爸爸妈妈的护照也都办好了。对啊，现在就是你一个人，回去跟你爸爸妈妈商量一下吧，先做饭给他们吃，顺便好不好 ？OK。走，去做中国菜。三妹很想去中国，家人们怎么办？给他一个人去。对，他一个人去。哦，今天甭做饭了。真的吗？真的啊！大家看一下，红在帮忙，丈母娘在做肉丝。给的萝卜谁？给萝卜干。啊，这个。哎，萝卜干来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哇，炖的肉啊！我每次来都有好吃的，大家看一下。加油，加油！笑什么？还没有弄好，你就带下去了。我有点饿了吗？还在那里。今天我做的饭。你做啊？真的吗？这里看一下，萌他说要学会做中国菜。对，阿姨呢？做这个。阿姨。我妈还在煮面。她牙痛啊？对，她牙齿痛。啊，我们先吃。
他说请你吃一下，这个是金华的特产。金华特产，这是什么？里面是什么？这个是虾。啊，里面呢？虾还有什么那个酸酸的？啊，这是那是甭做是吧？甭会做，对，腌肉，腌肉。好，吃饭吃饭。啊，商量一下，不是那个什么时候办酒席啊？你爸确定好日子没有？阿姨来了，阿姨做面了。嗯，我爸定好了，定好日子了，那还不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准备了，吃饭了，家人们。哦，阿姨吃面，准备吃完了，吃饱了没？你爸爸刚刚说要我妈妈来提亲啊，好像我听懂了，他说快点快点，是吧？嗯，行。妈妈那边什么安排？哪个日子可以也是顺便过来一起玩一玩吗？可以。半个月一个月。OK， 我爸爸妈妈又可以来越南玩了，家人们。我去深圳的时候顺便接他们过来，好吧？但也可以。现在不是儿子准备有房子了吗？来不到西湖。准备买房呢？啊。啊，你帮我买房啊？哦，谢谢啊。嗯，好，吃完了我们准备去直播了。大概日子的话就是要两个月之后，对吧？一个月之后结婚啊？11月份，11月初。哦，那准备结婚了，家人们，只能在越南了。中国签证去不了的话，先在越南把酒席办了，是吧？嗯 ，OK。洗完了。嗯。现在要回去直播了。走。嘣、嗯。拿衣服去我家干嘛？我们有房了，他可能就拉行李箱过去。他又去我家洗澡了，家里没热水器。太可怜了。太可怜了。你知道不用说什么吗？他说要给他安房，家人们。哪里来？乖乖叫爸爸妈妈先。哪里？乖乖姐姐。我们在这里只能住一个月了，家人们。明明要买房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我们到这里了。一个月之后我们就要举办婚礼了，家人们，拜拜。嘣，拜拜。安排够。龙珠发笔头，你安排的。拜拜。然后。嗯，有点家庭对话冲。嗯，好，去洗澡，我去剪视频，还有50分钟，我把视频发了就可以直播了，家人们。9:30，不见不散。多少钱？